我是小四啊，你在退休了没事体，想想不想想？四名字想好了吧？1992年的上海，有人一夜暴富，有人半日归零。 我阿宝雄心万丈，每天在这片滚滚红尘里钻门路，成世面。王凤露说：“现在最得意的人是谁？”阿宝呀，现在不可以这样叫人家了，要叫他宝宗。宝宗，宝宗，宝宗，宝宗。不能不能不能，你们是他。 凡事总要留一手。我今个来帮侬谈生意。